是一项针对灵长类动物的艺术探索，是以寓意神秘和永生的骷髅为主题。从想法到手工雕蜡，再到最终呈现，历经了9个月。复古的效果加上40克的重量，让它充满了质感。可动的下颌骨使它更为生动。每件作品都是由艺术家手工制作完成。北京猿人，一个让人类发源提前50万年的直立人，它象征了智慧的起源和生命的永恒。